新闻首先请带大家来关心家己企业消息。桃园家罗小吉在下日塔举办罗小吉花家陶作展，展出十五年来的创作热情作品。到高雄市长王炳辉到场参观，感动罗小吉对土地以及故乡创作的坚持，并学了罗小吉的热情，将传统的素材尽情的发扬，令人惊艳。等期为即日起到八月十九号，欢迎大家做回来欣赏水的作品，也和返乡的主题实质的鼓励。罗少奇虽然出身界官，但为就读南坛国中美术班、含家中美术班一路扎根，为台北师范学院毕业后，就转来台市文化中心举办新传绘釉陶艺展。各等罗少奇一直以家乡的植物含土为素材，台市市长闽辉知影之后，也受到罗少奇创作精神的感动，十号上午亲自到现场观赏作品，并直接感受到作品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和热情。他把他初期的一个陶作的一个创作把它展现在这里，所用的素材都是在地的，有咱的稻草，有咱的莲英枝，搁有咱的槟榔树啊，用这样去烧成灰，然后用那泥土一起去塑造这一个陶作，这里可以天马行空，可以很多的感觉，可是少奇永远不失他本质本分纯最赤子之心，他去把那最天然的、最本土的、最在地的，用他的热情去发挥出来，我觉得很感动。罗少奇离家十多年，期间作品得到真侪大奖，以及举办各展无数。去年倒来故乡，成立个人工作室保佑，这次展出是过去的作品集结，将予观众看到平常生活中的稻草、槟榔树、龙井树等花叶用伫陶艺面顶，呈现出想袂到的色和质感。罗少奇表示，这次展览会特别设计一个和民众的小活动，只要民众购买票根，将春耕镰投入抽奖箱啊内面，幸运抽奖的民众就有机会把作品砸上去。新闻台闽台市采访报道。